我叫 Nathan， 今年10岁了，我在学画画和 Scratch， 我喜欢读书和玩游戏，这是我在做的 Scratch 游戏，游戏的名字叫 Platformer。 画画课上画画和出颜色，这是我刚刚画的。我的名字叫李俊逸，我是8岁，然后这是我的游戏，是叫 Red。 你要用上面左和右玩这个游戏。我的名字叫张希维，这是我在 Digital Painting 课上学到的。我们这节课我们学到的就是画一个 hybrid 的一个女孩，所以我先画了头，然后再画了头发，然后我现在加了耳朵，然后我加了衣服。我很喜欢上 Digital Painting Class， 因为我们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我最喜欢画的就是画 anime characters， 然后在 Digital Painting 课上你可以学到。大家好，我是钟可言，我跟贝贝老师学 Digital Painting， 我喜欢这个 painting。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 Emily， 我今年9岁了，我喜欢看书、写作还有画画。这是我在插画班画的一幅画，画里有中间有一个狗在 rocket ship 里面，然后下面有个 astronaut 在 space 里面，然后有个 DJ player 在他的 side， play music。 你好 baby 跟蕾蕾老师，这是我给你们一起画的画，还有我最喜欢画画了，还有我有些时候喜欢画画，还有我总是画东西，我喜欢我画个好东西，但我一直在画，还有我最喜欢画一个东西了，还这个是我画的这个小鱼车，还有我最喜欢画这个了，还有更多很好看的画画，跟有很多小东西，这是一个小宝贝，这个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弟弟。Barry Anu y Felicidad Prosperous New Year and Happiness， 新年快乐，幸福快乐，新年快乐，幸福快乐。